沈天，你去别的星球出差要注意安全哦，不准看别的女孩子。怎么了，小雨？没事，你专心工作吧，先挂了。晚点打给你。为什么会有男人的鞋子？算了，管他呢。这是什么恶趣味的整蛊吗？要不要和沈天说说呀？算了，沈天应该也挺累的，我还是自己解决吧。都三次了，你为什么总把鞋子放在我家门口？到底要干什么？不好意思吓到你了，我不能说话，怕你独居会有什么危险，所以把老伴儿的鞋子翻出来放在这儿了。奶奶，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你了。奶奶放心吧，其实我有男朋友的，还有超能力会保护我的。沈天，我不在的日子，也有超人在保护我呀。